Sometimes I like to hike up mountains just to see how crazy small we are. Hi, 大家，现在已经进入到二月了。那二月最大的节日是什么？最大的节日当然就是情人节嘛，就是情人节快到了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次农历情人节的时候，梅根去买 Fendi 的包包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一支影片底下留言都是说，哦，希望这个东西可以系列化，就是要多疼梅根。那老实说，我也算是。私底下是很疼梅根的好吗？就是没有这个相机的时候。哦，梅根回来了。你怎么快？嗨，大家。只要梅根回来了，你知道我刚刚我还在跟大家讲说，我今天我要来拍什么东西。你想拍什么？我刚刚我在跟大家讲说，我私底下不会谈。因为情人节快到了，你还记得那个吧？上次你买 Fendi 的那一次，嗯，就那个时候是农历情人节嘛，那个是一个大 surprise， 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今天是我要大爆买。现在几月？二月。对，二月，二月当然就是情人节。没错，我是筹备很久了，你知道，存钱，一直存，一直存，一直存，终于到了这个情人节。今天可以买什么？今天 Megan 要买的东西，基本上是完全让你挑选。那好，我还没想好。对，你这个可以慢慢想，这个就是逛街的愉快。好，也不要说啊，全部都想好了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要有一间，就是我们有收到一间在诚品南西，嗯，你知道吗？一楼有一间叫做 Her， 就我们常经过，嗯，就是那一间有邀约我们一起去，就是看他们家的一些小物，因为他们是一个选品。店，嗯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你在那边有看到的话，我们在那边也可以下手一些东西。好啊，就是我超爱逛小物。对，每个人超爱逛小物，所以那边的 Hers 也有讲说，很希望我们可以去逛逛，然后他们有一些香氛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也算是香氛控，所以我觉得那边已经是必逛。大家，我现在有几些想法了。我今天想要看 Miu Miu Apple 的那个耳罩式耳机，对，我想看一下。然后全部都是大的哦，幸好我有那个筹备证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先看一下而已。哦，你只是先看一下，对。然后跟那个皮夹我很需要，因为我现在的皮夹比较偏小一点点，我想再买大一点。是巴黎世家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放那个纸钞很难放，就找钱的时候放纸钞，我都会敲很久，没办法顺马上放下去，所以我很想买一个新的。我们快到了。谢谢，到了，我们到了诚品南西。幸好现在是平日，人比较少。对啊，它其实那一间就是在一楼。哦，那间很漂亮哎，看到哎，这感觉好可爱。它是香水吧？我要闻闻看。无花果，无花果很少听到。哦，好香。哎，真的很香哎。好特别的味道，我没有闻过这个，超好闻的，加了狂试闻。对，我想要选一个香水回去。好啊，这是早上我送我妈的那个生日礼物，就送这里，真的。哎，它不是很一般的那种玫瑰，它是它好像生日礼物。哦，对对对，有花，对对对，有花。对，我在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这个一罐是多少钱？$380的，每一个都是吗？对，然后如果是上方50ml的是$2880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到了信义区这边 A13 的 Apple， 每个要买耳罩式。我先看一下。哎，好好看哦。Watching days pass by out my window， 完全没有货哎。对啊，竟然缺货哎，大缺货。对，那个耳罩式的那一个，好扯哦，是每一个颜色都没有。然后他说要等到二月。总没办法，我没办法等那么久，我就是今天要。哎 ，Coach 刚进来的时候真的是超红，每个人都来买。可是他们家就是很素啊。我觉得那件很好看，挂在那边的。是啊。对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4000。对啊， cost 那么贵，超贵的，我不知道 cost 它的定位那么高。哎，这件好看，超好看，买 ，Oh my！ 哈哈哈哈哈。哎，这件好看，超好看，买，买。现在梅根他突然跟我讲说，他也可以帮我买，对，在那边护送。互送，互送。那你就确定是那一条路，确定？对。好，那我就这条路。好，买下去，谢谢。我你也买了？是你买给我的，是你买给我的。我对对对。你也有礼物。
谢谢，这个有两个，而且大的是我的，然后你的是小。我的那个项链真的是超好看，真的超好看，我就觉得差不多了。好啊，锁定来一下。认真，可以看一下。来。I can't afford to miss the memories I've been wanting to make, and I can't wait. I'm going wheels up from the east side, maybe cross a couple borders and see those northern lights. Finally take it all in. 哇塞！拜拜拜拜，再见！我在这边顺便去工作了啊，我赚钱，我赚钱，没有看错。拜拜拜拜，来，这个呢就是梅根这次的情人节礼物。你看哦，这个 cos 已经超级大了，来大家比一下。比它大两倍。你觉得要先从哪一个开始来开呢？不然我们先从小屋开始好了。好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开箱这个 Her 这一间店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它是一个选物店，但是他们的选物标准是还蛮特别的，因为他们只使用天然成分，就是有那种安心认证的天然成分在里面的商品。对，对，而且他们也没有做那个动物实验。对，他们是坚持不做动物实验的一个选物店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他们其实是一个很爱这个世界，很友善，然后很有温馨感。因为那个店员在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就说哇，那理念很赞。因为他们其实这个 Hers 他们就是有一个 Heart 跟 Earth， 然后连在一起，所以它叫 Hers。但是这个 Hers 它其实有一个秘鲁的意思，所以我觉得哦，这个就也有爱地球的感觉。对，这个理念很赞，而且它就是你知道主打就是说可以带给我们就是很理想的家的感觉。而且他们家选的东西是真的都是比较偏居家的东西，包含有洗衣精、有香氛、有香水，然后也有就是法品类的，都是蛮有质感的。对，而且包装上我也很喜欢。对，我觉得情人节礼物就是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个商品的好或坏，一个品牌传递出来的理念，对，其实也是，你知道哎、欸，好有意义哦。哦，我好会讲话，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超可爱的包装，有挑了两个是香水，然后一个是香氛，我们一起挑选到的是这个无花果。对，这个品牌的话呢，它是香树旅程。长这样，我觉得它有一种牛奶香，可是它牛奶香不是那种厚重的那种牛奶香，然后它这个香是有点带那种青草的清香。哎呀，但这个味道我是觉得说，就是它不会给人家太逼迫那种，也不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距离感的女生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味道。这个无花果的味道是我们在那边是一见钟情。对，这个应该男女都可以吧？这男女都可以。然后我们还有挑了一个是这个是玫瑰的。可是它的玫瑰，它跟一般的那种玫瑰有点不太一样。这个玫瑰啊，我觉得它是一种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哦，就是玫瑰，但是它后面还蛮多的层次感，就是你后面会慢慢觉得哎、欸，很像怎么看一种层次感，很有层次感，就是会有一些茉莉的花香啊。但我个人我真的是无敌，我这个也很喜欢，但是我真的是无敌爱这个无花果，因为我会觉得它的感觉是让你不会觉得说哦，你刻意喷这个味道，感觉是你淡出来本身的这种清香。对对对，是那种。对，很自然、很清爽的味道，所以我其实会想要让我身体是这个味道。对哦，然后还有这个蜡烛。蜡烛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这个无花果的味道实在是太喜欢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蜡烛我们也挑了一个无花果的味道。蜡烛的话，它的那个味道会更，就是那个牛奶的味道会更浓郁一点。再来，再来，下一个 ，APN 他们家的饰品真的是非常的好看。那个时候梅根呢，就说他想要去买饰品，他就直接指定 APN。对，我还蛮想逛逛看 APN， 然后结果还真的被我找到一个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有一条。你觉得这个每个人都要一条？对啊，因为它很有特色，而且对，我觉得真的是必买。后来呢，我自己我也看到有一条项链，然后梅根就突然跟我讲说，没关系啊，情人节礼物你都送我了，对，就会变成说互送。我觉得先从你的开好。好，先从我的开。好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。这一个，3、2、1的啦。它是珍珠母贝，然后所以它每一个光泽都会不太一样。这个我真的超级喜欢。然后你看这里又有他们家的那个经典的图案，它可以搭在礼服，又可以搭在休闲的衣服上，就是很百搭。我觉得重点是大家不要看这个很长，这么长，就是它这里可以做调节，长度的调节，所以你可以这样拉下来，它就会变短。然后这个上面呢，就是也可以挑选字母，然后我就是挑我名字的第一个字 M。然后这个是我的无预警情人节礼物，非常的漂亮，很帅，哇，这么大哎、欸，你看。
超级漂亮，而且它是熏黑色哦。这个链条有种粗犷感，但是它这边又是有点那种水晶水晶的感觉，所以它就是整个很综合掉太过于粗犷的视觉效果。开心吗？超级啊！打这个真的不便宜，这个14000多块，让我们家的宝贝破费了。你喜欢就好。它这是有点短短的颈链感。真的是非常的好看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跟梅根的各自一条情人节互送的礼物，对，就是让梅根破费。我这个很贵耶，梅根他这个是比较细的嘛，那我觉得细的会让整个视觉的效果，就是女生的脖子会感觉变比较长，所以说梅根他这次挑的这一个啊，真的我觉得很适合他。哎，这个真的好喜欢，我真的是，我也超爱我这一个，我真的好爱这个耶，谢谢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买 COS， 哎，我发现 COS 的单价真的是超贵。啊，我这个真的有吓到，我不知道 COS 它这么贵耶。我觉得它贵的原因是它着重于版型跟材质，材质跟版型确实是跟 Zara 跟 H&M 差很多，差，对，所以它才会到那个价钱。这是我买的第一件。这个针织衣，我觉得它的黑色很好看，就是说它的黑色是很黑的，像 Megan 她现在她身上也是黑色，但这个黑色其实不够黑，这样比起来就有差，对，大家懂那个意思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黑色就是这个黑色真的很好看，摸起来也很厚实，它的磅数应该算是重的。那我来穿给大家看好了，好，好看。然后呢，大家我还搭配这一个刚刚的那个 APN 的，它搭起来就感觉会是这样子，它的后面是这样子，对，有点 P 的那种感觉。会这样子，可以可以，有没有可以。然后这一个项链我把它调长了，它配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子。它穿起来会不会刺？不，完全不会，真的、哦、完全不会刺。哎、欸，你花4000块，你还要刺？啊，我那个 Ed Sheeran 很刺啊，毛衣最怕就是刺哎、欸。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这里它手这边是做整个竖起来的，对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点，让它看起来不会说很。很胖，因为他如果他连这边都直直的话，就你就会感觉整个是直筒，对，直筒宽，对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一个小心思吧。下一个，这是要来到我们的压轴的呢，压轴 Celine， 欢迎他出场，情人节快乐，耶，谢谢。Yeah! 好，那我从这个开始好了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，对，因为它箱子大小一样，对，好，我来拆喽。哦，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了。我知道它是什么。这个很好看，大家。3、2、1的，这个小钱包我超级喜欢。我为什么会挑这一个？是因为我觉得它素素的，然后又有这个经典 logo， 就是很干净，很好看。因为它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是满版 logo 的，然后 Megan 就觉得说有这个金扣 logo 就够了。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皮夹的原因，是因为来大家你看哦，它的容量很大，重点是。这里纸钞的地方，它这边是开口，对，它没有封起来。上一个钱包它的那个孔比较小，所以我需要花很多时间这样子去把它整理好。那这一个呢，你就是直接纸钞放进去，快速，我觉得这真的很值得买。那这个价格呢是22000，我觉得这个价钱其实是蛮合理的，因为其实蛮多精品的皮夹什么都是差不多17000-18000左右，然后 Celine 这个品牌我觉得它的定位会比较更高一些些，所以22000我觉得它真的是还蛮值得入手。因为像我自己也算是看蛮多精品的，其实很多的零钱啊，他们卖17000-18000-19000、甚至20000，他们都没有那么多的夹层，对，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是可以放钞票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放太多张卡，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放零钱之类的、但是我那时候老实说，我心里是想说这个设计真的是设计的很好啊，都已经看到自己的真命天子了，那我就想说那多少都没关系，那他说22000，我觉得是很合理的、人家送的就是带财嘛，对，带财带财，我要发财了，对， Megan 要发财，因为我的皮夹跟皮包也都是 Megan 送的，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人家送才会带财，自己买破财，但这个是迷信，大家听听就好，还是可以自己买，还是可以自己买。好，来开箱第二样，这一个好了，好，一样是长的盒子，噔噔噔噔噔，大家知道了啦，看外表就知道了，这个墨镜硬要这个旁边的这个 logo， 这个是很好看欸。我这个呢为什么会想要买，其实我一进去这个店里面的时候我就看到它了，因为呢我看到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专门拍穿搭的女生，就是她也有拍这个做穿搭、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搭配起来很好看，所以就烧到我了。哦，好帅哦！戴起来大概就是长这样。哇塞，是苍蝇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还蛮适合的。真的吗？你那时候还笑我。一开始我不习惯。你说不适合我。我就不习惯啊，可是我就想说啊，你喜欢那就好了。然后它的旁边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好看好看。
哎呦，这样有没有气势？有气势，有气势。这个差不多17000多。来，各位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这么大的是包包吗？我也希望它是包包，但是财力不允许啊。帽子，这个很像没有在架上，这是柜姐给我的。这个就是素素的，然后就是 Celine 的 logo， 就是长这样子。然后它的这边是金扣，戴起来就是这样子。戴起来就是这样子。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边比较这样子的，窄一点点，窄一点点的。但是它这个是比较鸭嘴，就是比较一般的，就是平平的感觉。嗯、开不开心？超开心的，张丽萍开箱结束。那这个务实你有到爆满，也就差不多到这边。这个就是每个人这一次的所有的战利品们，还蛮开心的，就是很高兴每个人喜欢。嗯 yeah.